它上面这个皮烤的是比较酥脆的，然后它下面这一层肉又是很嫩，嫩的同时又很多汁水，这个汁真的很好吃，不干不柴，然后烤的还非常非常的入味。我们到了，花了50分钟过来吃鸡，人真的是嗷嗷的。看到隔壁桌的烤鸡上来了，嗷嗷香的感觉。开始把相机了了，那你生意好哦。哎，我们生意一直都比较可以。你们几点钟开店开业啊？我们4点。4点。哎，4点下午。哇哦！啊，这口吃炸鸡这么大呀？肩跟腿这个是。这个鸡多重啊？我今天话四斤多，今天3斤多点。把我们鸡打快点。这是哪的吃法呀？西山梁山那边。我们都是梁山的。哦，你们都是梁山的。对。我们调料都是从那边拿过来的。啊，这个剪刀有链接吗？没得。这个地方真的全部都是来吃烤鸡的，我看中了这个鸡腿子，第一口给网友先吃。吃了要点赞哦，蘸一蘸它这个辣椒面。嗯，哦是。哇哇，好香啊！好香啊，焦香焦香的，它这个皮烤的绝了，真的，而且汁水很多，一点都不老。你们爱吃鸡，你们爱吃鸡身上的哪个部位？鸡腿、鸡翅、鸡头、鸡脖子、鸡心。我喜欢吃鸡翅吧，我小时候很爱吃鸡头，长大了以后不吃，小时候特别爱吃。这个汁真的很好吃，它上面这个皮烤的是比较酥脆的，然后它下面这一层肉又是很嫩，嫩的同时又很多汁水，不干不柴，然后烤的还非常非常的入味。这鸡皮真的好香啊。说起来，爱吃烤鸡第一人，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我们在双流吃，家人们，这个好吃。我觉得好吃的同时，它还比较新奇，你们可以带朋友来试一试，有一种宝藏店铺的感觉。我最爱吃的是鸡翅膀，真不骗你们，我觉得吃鸡翅膀真的很好吃。嗯，真香啊！怎么那么香啊？焦香焦香的，而且没有鸡味儿。居然有皮牙子，而且是这样切碎的，宝藏店铺食髓了。嗯，好甜，还肉还比较厚。它的特色是烤鸡，但是你烤鸡吃完以后还可以点很多烤菜，比如说这个大肠。看到这个大肠想起了什么？想起了什么？那个表情。我感觉这一锅得等好久。家人们，吃一个小，这是小肠吧？应该。妈呀，烤很嘞。所在的城市是快节奏生活还是慢节奏生活？我今天看到一个热评，到底是谁在双休？所以你们有双休吗？不行了，我脑震荡都快咬出来了。我们来自制一个虎皮辣子，这是一碗酱油。虎皮辣子烤成这种真的是真正好。
这个辣子少点辣味儿。我真超爱吃虎皮辣子，我感觉虎皮辣子可以下800份。五花，这个五花真的烤得老焦了，家人们。嗯，好好吃。五花肉好吃啊。最后我们吃个烤鸡翅吧，这个让我烤糊了。嗯，怎么办啊，我真的好爱吃这种焦不溜秋的东西啊。你们喜欢吃焦一点的还是刚刚好的那种？嗯，好香啊，越是这个尖尖上面越香。吃到后面居然有点辣，家人们，炫的嗷嗷饱啊！家人们，嗷嗷炫，嗷嗷饱。但是烤肉吃起来就很麻烦，我感觉有点跟不上趟，录的乱七八糟的。因为它又有烟，我们又要烤，烤的时候我们又会吃，就是很乱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最后还有一盘虾，我们就慢慢烤了哟。拜拜，大家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哦。